少林又叫镇国东禅寺，相传是中国南方武术的发源地，位于泉州清源山东麓。历史上的泉州少林寺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，共有十三进落。现存的东禅少林寺仅是泉州少林寺的一小部分。南少林寺武术随着泉州移民潮远播海外，枝繁叶茂，影响广泛。泉州是南少林武术的发祥地，武术活动历史悠久。以南少林武术为代表的武术文化是泉州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显然我们一大早来少林寺禅修啊，这是。少林寺，看南少林寺遗址。对。它现在这个少林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，好多都没有保存下来。南派少林遗址，哇塞，感觉好多人都有从小有一个少林梦啊。金庸笔下的南少林应该是这里吧？就是我们想在少林寺习武练功，保家卫国，知道不？哇，那个扫地肯定很厉害，扫地的人应该有很厉害的功夫。这练武地方，哎呀，少林寺好清静啊。弘扬泉州少林文化，推进强销的新一轮创业。这个全貌还是很大呀，这个地方。走，往前走。这上面是有人在练功，房檐上面雕刻出来的。这就是他们的木雕技术啊。奇葩啊。石头上面的一个雕刻。石雕。你又知道了。哇，他们这个楼真的好精致啊，这个设计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哇，这个树林好漂亮，这个它这个台地，它这有一层一层的这个绿植，然后又有石头相间的，它形成这种层叠式的这种绿景。哎，是梨花。我小时候种过一棵梨树。我们这边已经有好多年没种过了。你说一下。忽如一夜春风来呀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这个顶上竟然是一个太阳能板，高级了。这里面我看有人在那练武，那几个小朋友。欢迎哥，扫一次观音殿吧。武术交流，这个少林寺还是重建过的。看见没有，
就那个远处有一个小阁。看好多蝴蝶。哦，这是他们的寨园吗？对啊，好多蝴蝶呀。我们是在早上练习。